在我们湖南，这道香煎鲫鱼绝对是最受欢迎的一道菜。想要铁锅煎鱼不粘锅，以上几个步骤一定能帮助到你。锅边撒好盐，下鲫鱼中火慢慢煎至金黄，两面煎出焦香味，再捞出备用。锅留底油，下屏幕上的配料炒香，再放蚝油、生抽、酱油、胡椒粉炒匀，然后倒入适量啤酒和鲫鱼，大火收汁即可。这样做出来的鲫鱼又香又嫩又下饭，喜欢记得点赞收藏。